阿弥陀佛，大家好，这里是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281集的播出，很快又到了晚上。那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播放的是地藏菩萨的赞记，尤其是大家现在都在回向罗天大教6月30日的法会，我们也祈请地藏菩萨放光照照。希望我们罗天大教法会得到地藏菩萨的护佑，能够名扬两度。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们奉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奉请伟大的大愿地藏菩萨佛光护佑。起手本然尽心地，无尽佛增大慈尊，南方世界永相遇，相遇化云即化雨，报云云报雨无数种。微香微蕊遍庄严，天人问佛是何意？佛言地藏菩萨知，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这是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281集的播出。现在为大家播放的是地藏王菩萨的赞记，同时我们现场做网络的直播分享，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起手本然尽心意，无尽佛增大慈尊，南方世界永相遇，相遇化云即化雨，报雨报雨无数种，微香微蕊遍庄严。天人问佛是何意？佛言地藏菩萨知。
常感谢大家上来这个读书会，让我们一起分享真佛的这个法语甘露。哎，我再分享一个社团就好了。哎，这个我看好了，好，我先把音乐关掉啊。那我们先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哦。同门说，哎，这个谁哦？梅莲讲到说，几年前有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他从小被母亲压迫，然后要读很多的书哦，那差一点自杀了。那师姐她刚好是学校的老师，讲了师尊的文集，讲了自杀的后果，而影响到这个学生，让他能够走回正途，取消自杀的念头，然后慢慢的去学习，适应压力，最后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学生。然后呢，班级的课业也很好，都是这个每年师姐的发心呢。还有甘风丽说拜请勿自杀的，因为我们昨天讲到有一个叫于敏的这个蝴蝶的冤魂这个故事呢，那个于敏化成蝴蝶因为他这个自杀，这个在日月潭自杀的故事，然后得到师尊，竟然得到师尊的超度在昨天的直播，那甘风丽呢听得到了这个故事，他说呢我们要珍惜生命，要顾念家人风雨过后就是晴天。苏生居然说，有些孩子遇到功课压力大，然后在学校遇到霸凌其他问题承受不了压力会想要自杀的，所以我们要关心青少年的他们的学习环境是不是我们家人给他的压力过大，那如何去疏解他们，那这个学校的老师家长大家都要做配合了解Lisa Jan 呢也讲到一个他自己超度的一个梦还有关于昨天最近大家这个念罗天大教的功课成果贴在今天的贴文，我每次都会公告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哇，梅莲师姐上来了Jennifer Wei 也问候大家，还有刘春梅好 ，Kevin John 因为现在呢，我又是在旅馆，不能讲话太大声，怕吵到隔壁的，你们听到就好了哈。东梅呢说，高王经十遍，正佛经三遍，两万遍的师尊心咒短咒，胡小丽红凤师尊教今天没有迟到，李佩化地藏菩萨的咒还有谁 ？Kelly Brana 说。高王经十五遍，百字明咒108，昧天真言是108，回向罗天大教的活动 ，Ellen Thin 还有谁？俊雄、胡小丽林发来、赖世林上师心咒等于将近1300遍了，还有高王经五部Susan Jia 谢谢你赖世林，高王经范素瑶，高王经370部，哇，念很多天Lisa Lin 还有这个谁 ？Alice Dan、Lisa John、Anchen Lin 问候大家还有 Win Ho Wong 前面呢还有180师兄，他有贴出功课了，只是太多人留言被压上去了。甘风丽今晚要早睡你是什么问题在吃药会比较昏沉没关系那个累了就多休息再来看重播都可以。不谢谢你上来跟大家问候，丹米姑还有吴秀吉、Vicky Jan 李佩化问候大家，吴美燕还有谁苏千佳也是，大家都彼此关心那个甘凤能够早日的康复。丹丁娜现在用你的你的电话卡直播，非常的感谢你提供还有紫花也上来了丹丁娜谢谢你文口晚安。娟佛 key 阿燕说高王经十遍，心经十遍了，回向6月30日的罗天大教活动今天同门上来的比较快好，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呢，什么故事？脂粉暖香，你知道我们的师尊这个长得太帅了，桃花运不断，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师尊其中一个遇桃花运的故事其实师尊这个如果你有看以前他的书写给和尚的情书其实
师尊很多情书，弟子嘛的就会仰慕啊，仰慕的太仰慕了，就会更仰慕。那这个呢，脂粉暖香这个故事呢，脂肪的脂啊，胭脂的脂啊，那个粉，花粉的粉哈，温暖的暖啊，香臭的香，到底是什么故事呢？好，所以师尊呢，他讲说他在问世的时候呢，可以讲说看到的人哦，有千千万万，尤其是一天要300个人问世，哎，哇，我一天30个我都很累了，还300个，哦，这娑婆世界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上至王公贵人啊，下至平民老百姓，什么样的人都有啊。那世尊也是算是经历过人生的各种经验。那有一位穿着绿色衣服的女孩子啊，好像是大学生的样子，很清秀哦，非常年轻，大概20几岁啊，喜欢穿这个，她穿的绿色的裙子，那坐在师尊面前问世。然后呢，师尊讲他最喜欢绿色，嘿，不是政党的问题，是现在终于知道师尊你最喜欢什么颜色，绿色啊，绿色的。然后呢，就多看了这个女孩子几眼，这个女孩子呢，长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那个也很清秀，很清纯啊，是这个她的头发稍微长一长，头这个一甩，哇，发丝飘逸哦。那问完事了，那这个女孩子走了，师尊有看到她的问世单，写着她的名字叫月儿，月亮的月，哈，儿子的儿啊，月儿。好，看看同门，哇塞，刘春梅《高王经》50遍，《正王经》25遍，《地藏经》3遍，《回向罗天大教》啊 ，Jennifer 卫士，哇，《四加行》啊，还有《高王经》17遍，《往生咒》将近120遍啊，《达蒂娜地藏经》1遍，《上师心咒》19000遍，《十轮金刚咒》10转珠，《黑面金母咒》3100遍，哇，达蒂娜很用功哦，你拼命三郎。哦，纷纷 MH 共啊，冬梅 SK 泵 LOWS， 哎，还有李佩桦，哇，今天加班念经加油啊 ，Louis Gingo 对不对哈、哦、？Vicky John 高望经百字明咒各108，上师心咒4500遍啊，单丢是高望经10遍，金母咒7串，师尊心咒7串珠。哦，回向法会6月30日的法会，还有李金淑、阿燕、高王经、心经各10遍 ，John Fogi 啊，还有大家都贴上来了。王国会高王经145遍啊，还有这个 Wong NG 啊 ，Nicoline 啊，丹丁啊，说你也喜欢绿色的嘿啊。刘春梅高王经50遍，正佛经25遍，地藏经3遍。哎呦，刚刚有念过了吗？我再念一次哦。郭俊丽，哎呦，又俊 ，Nicoline， 哇，高王经25遍，回向6月30日，哎，那个谁 ，Nicoline， 你是怡宝的吗？哈、哦，怡宝的同门吗？哦，好，还有孟旦，哎，上来了，哎，我那个留言给那个谁，哎，金海同修会的主席那个谁，敦汉。他前几天都有来这个读书会，好像最近比较忙，结果他 LINE， 我留言给他 LINE 联络，但他都没有看 LINE， 我看看我是不是要打电话给他了哦。如果你们网络上有看到哦，你看到这个人，金海同修会的主席杨敦汉师兄，妈妈叫他看 LINE 哦，我有留讯息给他。好，收金蛋哦，高望经30遍，百字明咒3遍，往生咒7遍，祝大妹高望经15遍，百字明咒3遍。哦，收到四川圣旨就跟他拼了，哇，很厉害，爱丽丝蛋美女，我也爱看，嘿嘿嘿。哦，有时候女生也是欣赏美女，对不对？还有黄小英、徐慧义呢，也贴上来了。哦，你念高王经21遍，百字明咒、大悲咒各3遍，上心咒10串珠。翁 NG 呢，也是高王经10遍啊，百字明咒108，爸爸念40遍，高王经念40遍哈。
黄小英念高王经两遍，正王经十遍，哦，大家都是拼命三郎。我今天好像往生咒念了几遍，好像五十还是100。不过呢，我要累积多一点才一起登记呀、啊。好，那再来呢？这个月儿第一次问世之后呢，第二次他又来了，哦，出现在问世的人群中，他的皮肤是非常的洁白，在人群中顾盼神飞，左右看很漂亮的，流露出他那种娇俏非凡的。他问世完，这个裙子一甩哦。这个呢，这个白色的裙子一甩，好像是那个涟漪，石头丢到湖里面起的那个涟漪，非常的美啊。问了事之后呢，隔了几天，月儿又第三次来问事，然后呢，师尊问说，今天有什么事？他讲没有事，无哦。那无是什么？原来月儿他想约师尊单独的问事，单独的谈话，说他自己呢私下有一些话不方便给别人知道，哇，有这种问事，如果每个人都要私下跟师尊谈的话，哦，那师尊会排到好几年去了。不过师尊还是很慈悲啊，他说，哦。因为他的问世一向是公开的，很少有私人的。但是月儿他一直拜托师尊，他说他的事情非常的重要，很重要。那师尊就说好吧，2天后的下午，师尊呢那天他有放假，我是有放假要休息，那就那天特别安排给月儿问世。那月儿那天来问事呢，又问什么事啊？她那天呢穿的又特别的漂亮，哎，然后很妩媚，拿了一个什么绿色的小阳伞，然后呢非常的俏丽。她呢先跟师生问她感情的事情，大致上呢是讲说她的表哥很喜欢她，但是呢月儿不喜欢她表哥。那这个事呢，如果感情呢是两情相悦，那不喜欢就不喜欢，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哈，也就这样子讲完之后呢，好像，只是开了一个话题哦。那问完是应该走了吗？结果月儿就看向师尊，问师尊说：“你看我长得如何？”哇，师尊就实话实说。美如兰花，因为师尊是不会说谎的，漂亮就说漂亮，不漂亮就说不漂亮，也不能哦，不漂亮就说你有很有内涵，那就是这个女孩子这样问呢，然后呢，这个月儿又对师尊讲，您会喜欢我吗？师尊就愣住了，讲不出来。那月儿又撒娇，你说，哇，那师尊就说好吧，我讲啊、哦，他就讲说，喜欢，喜欢跟爱的差别。那个男生见到女生就是第一印象啊，那大家就是喜欢，对不对？就是。看到这个相貌，那非常的喜悦，那是一种喜悦，然后再慢慢去交往，彼此了解，然后呢，就师尊是讲的比较那个合情合理的那方面，不会跟人家卷入感情的漩涡，因为毕竟是师父。可是呢，月儿不满意，他讲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师尊说哇。师尊只好讲，喜欢跟不喜欢，目前都没有。哦，那个月儿听了，冷冷的说：“那你是什么意思？”师尊讲，感情的事情，哦，才可以论及喜欢跟不喜欢。我师尊不是一般的人，一般时下的人，对不对？一下子喜欢，一下子不喜欢，这个是泛泛之辈的想法。那。师尊呢，不随便说喜欢跟不喜欢。那个月儿讲，就撒娇，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个我以为你会讲出来哦。为什么？月儿讲说，我读过你的书，
梦圆小雨，淡烟急，新窗下。我很迷的迷你的书，很迷恋师尊的书。然后呢，月儿说，我相信你是感情很丰富的。那师尊就笑笑，因为那个是他早期的书了嘛。那师尊说，那个是少年的情怀。那月儿想，那现在呢？现在学佛修行。啊，我看同门啊，李媚清啊，那个还有以心亮亮，对不对？马杰尼玛啊，美军 Gary Lotus 啊，还有谁 ？Win Ho Wong 啊 ，Go Lily 的 Jun Go Yong 哎 ，Yilin Jun 哎，啊 ，Rin 哎 ，Rina Leong 哎，廖金蝉 ，Jun Go Yong 哎，你好，还有刘春梅 ，Nicoline 哦，你是怡宝的师姐哦，那我们八月份再见哎，好。我以为你是南马的，啊 ，Dami Gu 是什么？高望清五百遍，哇，一千遍的一半，对不对？哈，回向给罗天大家哦，那个也是念很久了，我念了一段时间，对不对啊？好，还有谁？本地那有哦吼，那这个。这个月儿他就是想要问师尊对他的感觉怎么样耶，这个女生她有几种，一种是很保守的很矜持的，一种是非常的勇猛前进的哦，看到他喜欢的他就一直勇猛前进啊，他一直想知道师尊对他的感觉怎么样，他也把他对师尊的那种情啊就是表露流露出来，可是师尊讲他现在已经是学佛了，但是呢，月儿仍然是，那个没有放弃，所以呢，他又继续讲，我仍然感觉你才貌双全，风流跌宕，不会被世俗的礼乐所拘束，所以才会每次都想跟你相会，所以他问世呢。不是真的有事要问，是要来见师尊一面的。那师尊这个时候就人家已经表白了，但是师尊就淡淡的讲，哦，这样子。那这个月儿临走之前就拿了一个红纸袋给师尊，那这个就是供养。但是红纸袋呢，打开来只有两个字。想你哦，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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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好想你，想你想你想你，啊，与其说刚刚小小不顺畅，再来一次，今天马来西亚的网络怎么了？啊，姜伟哈哦，上司哦 ，Tony Jen 哦，你有梦到我哦，谢谢，哦 ，Gary Shen 哦，梦到我好像有些同门都有梦到我，好，宝妹说烟供法回向哦，一坛的对啊 ，John Wei 啊 ，John Fogi 哎 ，Tony Jen 啊，还有这个谁这个 Jennifer Wei 哈 ，Good 关下是不是哈？那蒂娜是不是万人迷？我都叫师尊，南无英俊佛哇！好，我去西雅图。我去西雅图说，师尊你最近有个绰号叫南摩英俊佛，哦，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好，那反正呢，月儿就是煞到了我们的南摩英俊佛，哇，好，师尊呢看了这个字条，当然他非常的惊讶，那这个女孩子那么主动表白，那意思也是知道了，但是师尊呢，他还是守他的戒律，他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他总是有一些少年的情怀哦，写一些情诗，可是呢他现在学佛修行了，他还是要一心一致佛陀的教法，那师尊背负众生的责任很重，哇，谁在好想你好想你啊 Alice Dan 对不对 Jennifer 师尊是最帅的最英俊的啊，黄周凤哦，对啊哦，所以呢，你们如果看到师尊，那个外力很英俊的话，就是，我有梦过20岁的师尊，师尊不管几岁都很英俊啊，对，南无英俊佛，我看看有谁，哦，上师好，这个谁 ，Joanne Low 对不对？高王经12遍不动明王咒130遍，地藏。
菩萨真言是心咒还是灭定业真言一百遍啊，心经五遍，百字明咒三遍，然后这个什么那个大悲咒一遍啊，莲花素秋往生咒720遍，哇，都念了几天哦，大家加油。那反正呢，师尊哦，就是说被人家写情书，不只是月儿，他说还有个叫做玉燕的，宝玉的玉，燕子的燕呢。然后呢，写给师尊情诗，他写小燕必衔卢家巢，就是那个燕子一定会咬那个他家的，他家的草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嫁给师尊的意思。那反正师尊呢收到了这个情书，就交给师尊的妈妈。那妈妈看了也是哇，看了她也不觉得怎么样。那师尊也觉得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谨守礼教就好了。哇，怡宝莲寺莲亭法师啊，我在讲那天的故事啊，脂粉暖香的故事啊。然后呢，所以这个师尊对于这个戒律他是非常的严格，嘿，他也不觉得怎么样，他就这个谁啊，月儿师尊呢也不是很了解他，所以呢就把他纸条扔了，对不对？好想你，好想你，师尊还是把他扔了。无可否认的，师尊讲说他一生之中实在是多才多姿，但是他就是一心想要走修行的路啊。给师尊的纸条很多，但是呢，有一天师尊上街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哇，看到有一个弟子，有一个人嘛，女生开了一个别克的轿车，叫着师尊挥手，哇，谁就是月儿。那月儿呢，就邀请师尊坐他的车子，那这个他说他要载师尊一程，意思说要载师尊回家。师尊呢不疑有诈，也没有想更多，他就想说就上车了。上了车之后呢，他开车就开得很快，竟然开到月儿他家。师尊讲说怎么开去你家？月儿讲你要不要讲要去哪儿然后呢，师尊就觉得那怎么会这样子。那月儿就讲啊，不如你去我家帮我看阳宅好吗？那师尊无不可说好啊，去他家看阳宅，看神位啦，看大家的神位坛城也好，反正是鼓励人家修行的嘛。那等到师尊到他家呢，坛城神位哪里什么坛城，哪里什么神位，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师尊就讲神位呢，他讲才想安呢，才想要安神位，所以用骗把师尊把他直接载回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情啊？我们来看同门的留言。哇，艾丽斯丹啊，师尊是千万人人的爱慕啊， ANNG 啊，红凤说昨天晚上梦到师尊穿蓝色的龙袍，你跟在师尊后面，原来梦境是罗天大教的法会。真的呢，我最近几次也是梦到我去参加师尊罗天大教的法会，而且不是一次，我梦了好多次。黄周凤，哇，一样的功课，转经佛母经两部，心经14部哈，麻利支天的经，然后太阴，太阳心经、太阴心经各7部，金母的心咒1000遍啊，很精进的。妍秀你好，哇，你有梦过年轻的师尊哈 ，Jennifer Wei 啊 ，Lisa Jen 啊，师尊如像佛哈，就是跟佛一样，人人都想念啊。若是观想佛，阿弥陀佛的庄严，内心清净，没有杂思啊。Christine Go， 那个李云家对不对哦？那个往生咒720遍，丹蒂娜说哇，这个把师尊载回家，直接载回家很厉害。李金属说李茂利啊，念这么经1遍，莲花童子心咒3000遍，百字明咒3遍啊。张树珠呢是上师心咒6000遍，高王经12遍啊。余振宏师兄你好，好，那就是他把师尊载回家要看神位，结果原来都没有用骗的。师尊问神位呢，他说才刚要安，等一下他转身过来就到了9，到了 XO，
对对，然后就问说：“师尊，你喝酒吗？” 那师尊把它当作是西方人的一种礼貌，他说一点点，然后师尊就接过来，结果那个月儿要给师尊喝酒，那个酒呢不小心又碰到师尊的衣服，酒跌下来，月儿赶快拿个毛巾，拿个纸巾，我这里刚好一个手帕就擦。也不是擦师尊的沾湿的地方，要擦他的胸口，你给他擦，给人家这个算性骚扰吗？反 正就给他，给他擦下去，然后呢，这个月儿的脸就靠师尊很近，身体就挨着师尊非常的近，然后他脸就红彤彤的樱桃小口，然后他的头发的香味。哇，那很香，呵呵师尊都闻到它的香味。师尊呢，只要低头靠近它，就会 kiss 到它了。那月儿呢，就脸就一直两个眼睛一直看着师尊，等着看师尊等一下会怎么样。然后呢，师尊他靠师尊非常的近，但是师尊突然啪给他推开，跟他讲。你不要这样，哇！然后月儿呢就想了，那就他就他就说那我看看我念到哪里去了。师尊说你不要这样，月儿讲我不美吗？师尊讲美，月儿说我不信你会不爱我，那师尊讲爱是爱，但是我更爱，爱什么？爱天上的啊，所以讲爱天上的，然后师尊是讲，师尊话是讲一半，是说他爱修行以后能够升天，结果月儿天想成天上的仙女，哇，他就跟师尊打赌，他说我没有看过天上的仙女，除非师尊带月儿上去天上看仙女有多美，他就服了。那师尊呢？想一想说，说好，我答应你。那什么时候？师尊讲，就在今天晚上，带月儿去看仙女，看有多漂亮啊！哇，那个月儿就讲说，这个那个师尊会不会骗他？师尊说不会，就在今天晚上的梦中。于是两个人就约好。那月儿讲好。让我看真正的仙女到底是怎么样，我才会心平气和、心甘情愿哇！于是呢，那这个师尊答应的，他就一定会做到。那坦白讲，师尊的修行功力已经很深厚了，十方法界来去自如，天上的仙女、瑶池的仙女。啊，天河圣景处的仙女，八方仙女、十方仙女，啊，什么仙女他没看过？观世音菩萨，有一次师尊讲啊，观世音菩萨回眸一笑，然后呢，人间的美女都变成垃圾了，对，所以他已经看到不想再看了哦。这种，而且天上的仙女非常的清净，有天官。哦，有带着宝冠，然后有香味，有修行，有正量，有境界，跟人间的还是不一样。那这个人间要带一个凡人要上到天界，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呢？于是呢，师尊就结了印啊，就念了咒，念了灵仙咒，赫赫扬扬日出东方，星月隐晦，宇宙祥光，精神显发，佛理显彰，灵性弥射，上极地香，如跨鸾凤，以翱以翔，急急如律令。谢哇，念了灵仙咒，念了之后结手印。配着师父给他的游仙符，就是云游啊，这个神仙的这个符箓，心神安定，冥想瑶池金母的9重楼，玉楼9层，一阵清风拂过，师尊的元神就慢慢的上来了，开始从顶穴出去，他轻飘飘的出游了，那他想起说要带月儿。
一个念头，月儿就在他的前面，一分钟他师尊就到了月儿那边，伸手要去按月儿，哎呀糟糕，月儿的顶是封住的，因为是凡夫俗子，也没有修行，也没有修破网，对不对？那这个封住了怎么办呢？师尊想到说灵魂还可以从眼睛出去，所以呢师尊施了一个法，让月儿的灵魂从眼睛那出去了一丁点，然后呢月儿一出去之后呢，师尊用手就握着，师尊的手很温暖，那月儿也不害怕，月儿知道说是师尊带着他出去到了天上。哇，月儿呢到了天上看到了什么？哇，很多的那个神仙，有日游神，有夜游神，嘿，有天上的宫殿，月儿从来没看过的景象，这个都是呢师尊平常禅定功身出元神才能够到的天界，一个凡夫俗子他没有这个正量，嘿，他突然看到这个天界，他知道了说真的是有神仙的境界，他非常的兴奋，叫着师尊的名字连声，我有了你可以上升天上界来游玩，玩够了我再回到人间。师尊讲哎呀糟了，哎，师尊急忙大叫，为什么？因为呢不可以随便，哦，那个凡间的人他其实不有那个凡间人的气，不可以随便大叫，不可以讲话有生人的气，会引起这个天上的护法，哎，那个把他这个把他带的人再把他请下去，所以师尊他叫了一声忘记交代了，他说哎呀哦，师尊讲你不可以说话，月说为什么？你一说话会吐出生人的气，有什么关系？哦，那师尊讲关系大了，那这个话还没讲完，怎么啪天上的什么28星宿的护法啪全部下降，团团的，哎，把师尊团团围住，哇，他们团团围住，等一下，哎，哇，那个把师尊围起来，哦，那这个这个他们看到师尊呢是个个都立正啊，哦，原来是圣尊来了，师敬师敬，圣尊在此，我们不敢围困，只是有生人的魂魄气味来了，不得不查。那师尊听了就心里很紧张啊，他想说哇，这个，哦，师尊如果一个人上天庭，师尊是一个修道，有修道有正量的人，他上天庭是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神仙都不敢阻扰他，如今师尊带了一个生人，带了一个月儿，吐出了生人的气，哇，这个一下子这个就要把他送回去，可是月儿还没有看到真正的仙女天女，已经答应他了没有做到，那怎么办呢？师尊开始为难了，嘿，那当然这个28星宿，哦，就是这个知道师尊带了僧人来了，嘿，28星宿呢讲说请圣尊回头下回再来，那师尊讲可不可以通融，嘿，那星宿讲职责所在，师尊讲这次一次啊，下不为例啊，不行，生魂进入天庭原本是格杀勿论，今天让圣尊回头是不看僧面看佛面，愿圣尊不要为难我们才是。师尊本来想转身走，但是呢又想到说答应月儿不会骗他，如今变成不可以，哦，说不会骗他，那怎么办，哦，师尊想着想着他突然想起来，师尊本身是如来，是佛陀，对不对？那谁不是佛陀？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原本是自在的，所以呢月儿也是佛，谁不是如来调伏清净，好，离染不坏，在刹那刹那之间，师尊的手突然起了变化，我们来看同门的留言，嘿嘿，哇，翁博伟，对不对？哦，大家看到这个，有的功课还忘记贴送来，是不是？陈默，哎，还有谁 ？Jennifer Wei 啊，上师，我也想请师尊带我去天上，哎，有，哎，
我是这样跟师尊讲，师尊将来我往生的时候，请师尊带我上去。师尊讲慧君太胖上不去，慧君太胖上不去。我说师尊，哦，不是肉体上去，我是灵体上去。那我跟师尊祈请师尊哦，将来往生带我上去，我已经讲三遍了，先讲先赢。Michelle Ong 还有谁？陈基才啊。八九地王蟹的老板，哎，你好，还有黄宇轩呢，干完经五十遍，哎，变经天咒，还有尊圣佛母心咒108，三星咒短咒11000遍啊，还有 JCU 哎，还有谁？哎，薛雅芳师姐你好，谢谢你的问候。Christine Go 是什么啊？叶，哎，莲花顺叶成了11860遍师尊心咒，44遍真佛经，36遍高广经，84遍啊尊胜咒是长咒吗？哈、啊，2000遍往生咒，百字明咒，4部佛说，天地八阳经，那回向6月30号的罗贴大教，哎 ，Jennifer 上师的音调，哎音哎音调高低表演技术，摩胸部也表演出来。哦，李金淑，说陈幼霖，真佛经1部，师尊心咒10串，诸高王经23部，百字明咒7遍，然后温厚问说师尊看破美色，哦，丹丹蒂欧黄宇轩，丹蒂娜你说什么这样也可以吗？温厚问说所谓美女即非美女，明明Cartoon King，真佛经，高王经心经各10遍，三字心咒10串诸，上次还有手表演，是啊，这个因为事情，这个故事很生动哈，李佩桦哈，今天荧幕很轻哈，哇，好棒！你知道这样啊，今天约了些师姐大家参加罗天大教哦，很好哎，我的天，没有梦到自己参加罗天大教，本地人很厉害哎，好，那个谁，李金属是不是李茂利这么精一遍？师尊心咒3000遍，还有百字明咒3遍，张素珠是上师心咒6000遍，干完经12遍啊。哦 ，Christy Go 是哦是上师是长咒，就是尊胜咒长咒是不是啊、哦？好，薛雅芳，哎，讲得很生动，很温馨。李继红是不是吴秀吉啊？李继红是地藏菩萨，哎，21串珠。请问你是地藏菩萨圣号还是心咒还是灭定业真言？麻烦再把它重写清楚一点哈、哦。谢成荣，哦，还有谁？已经说还好，我不是男生，不然我想看看美女真的说话是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石川翁波威哦，还有的刘洋球说哇，好精彩！多谢上次演说，高王经念了130遍回向法会，心修换是不是好？那反正师尊呢，在非常紧急的时候，这个28星宿为难师尊哦，就不可以带活生生的人上天庭，不然的话要遣返，对不对？那他们在逼师尊的时候，师尊想到佛性，每一位众生都是佛性，对不对？那我们想说，释迦牟尼佛当初在菩提树下，他开悟证悟，他证悟到每一位众生都是有佛性，嘿，他见到了东方明星，那他是有深入的禅定跟沉淀的，所以呢，能够证悟到这种境界的，嘿，他们一定有相当的正量。那师尊呢，他证悟到自己是佛性，看众生也是佛性，他可以以这个佛性来改变哈、改变众生的命运，来给众生特别的加持。所以呢，他的手就那时候握着月儿，竟然流出了甘露，智慧的甘露。哇，这个甘露呢，是不灭的甘露，是吉祥功德的甘露，是清净圆满的甘露水，是现住安乐的甘露水。于是28星宿要师尊打开手，本来要看月儿，看到的不是月儿，是谁？他们的28星宿全部跪下来参见心主。哦，你看28星宿36天罡72地煞。所有星主的主人是谁？玛丽之天欧玛丽基玉所哈，就是斗母星君。原来月儿因为师尊的甘露水灌顶，
化为他的本尊麻利支天了，哇！所以呢，二十八星宿说，哦，原来是麻利支天，好，然后呢，他们就这个时尊就冉冉上升，作弊成功，然后就带着月儿去游天宫，这里玩那里玩，对不对？哦，因这个，哎，反正呢，有看到四方天女、八方天女、二十天女、诸天天女，美丽的无法形容，月儿非常的惊叹，然后看了个够，回到天上可算是这个若恍若惚，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哇，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像有又好像没有，非常的梦幻一样。然后呢，隔了一段时日，月儿再次回来拜见师尊了。那月儿拜访师尊，他讲：“我自觉惭愧，我没有脸来见你了。”师尊讲：“不要这样子啊。”那月儿讲：“固然知道天上的一切，如今又如何登临？”就说。他如何再去回到这个将来如何升天？那月师尊这个时候就告诉月儿，跟着我修行吧。哎，然后呢，月儿他这下子也明白了，他说我当皈依师尊。哎，所以度了一个对自己有感情的一个邪的缘分，变成一个正的佛缘的。那月儿呢？他是另外一，他还有个疑问哦。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凡夫体，不能够上天上界，为什么自己会变化形貌，变成麻利支天？麻利支天到底是谁呢？那师尊就跟他介绍，麻利支天呢，哦，他就是斗母，哎，就是这个。哎，隐身法的主人，嘿，是一位天明的菩萨，他是用天明的哦，天女的形象出现。由于在大日之前行走有自在的神通之力，麻利支天他可以隐身，哎，他的形象不是可以常常见的。麻利支天呢，也掌管一切的星宿鬼神，所以被称为法幔星主。哦，那月儿为什么可以变化麻利支天？因为麻利支天正是月儿的本尊啊，所以师尊劝他，只要去除累世一切的习气，就能够变化，将来能够显化自己的本尊麻利支天。所以呢，大家你们修哦，虽然修了很多法，可是呢。还是要专一哈，一个本尊哦，不要这个有一尊，那有一尊，你喜欢真圣佛母，喜欢麻利支天，喜欢妙音天女，喜欢够财天女，太多尊，将来自己要选哪一尊，选不过来哦。所以呢，这个专一一尊非常的重要。师尊劝这个月儿把累世的习气修掉，将来会回归成为麻利支天了。那是。月儿讲说：“那我要修什么法呢？”师尊讲说：“我会教你呀，《麻利支天陀罗尼经》还有《华曼经》，哦，传你念诵法以及隐行法。”后来呢，月儿果然真正的修行了。那月儿的身份啊，到了最后才知道啊，那个后来他大学毕业了，那因为长得太漂亮，也曾经被一位很有钱的人看上了。后来，因为他修行之后，又慢慢断除了欲望，最后修了一个法，把这个跟有钱的缘分结束了。后来，他竟然就出家修行了。嘿，那是哪一位法师，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就是到这样子，脂粉暖香，对不对？所以呢，师尊他用的是调和法，如来是调御丈夫。调节众生的心，不会像海草，海草随波逐流。这个谁上师？如何知道自己的本尊是哪一尊？哎，有的人是拍了自己的照片寄到这个回信中心，由师尊来指点，说是哪一个本尊。但是师尊有讲过。你在修法，在念经。哎，我看到 Terence 派那个真佛瀚海师兄，对不对？啊，你好，哦，我现在在南马哦。哎，
那个过几天会在华严经海哈、哦，那就是关于说自己的本尊是哪一尊，可以选自己有缘分的。比如说你很喜欢地藏菩萨，你很喜欢观世音菩萨，你就选一尊啊，你不要变来变去。呵呵好，奇妙的我已经改了新的大头像变了 Lisa Jen 了，但在 FB 上。分享的是我改了的新相片，而今天在上师的读书会回忆的，今天是我往时的那幅旧的头相片。哦，那，你回去自己再调查看看好了。以心哦，是啊，就像宗教一样啊、哦。那这个谁，徐慧说，曾经在30几左右，在梦中上了天堂，正要冲上云霄的时候，一把声音告知我，你没有后归来，下去吧。砰的一声跌下来，身边的先生被吓醒，问我什么事。那时的我刚刚接触佛法，从报章哦学起啊、哦。那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佛菩萨啊、也会鼓励新学佛的人啊、让他能够有一些感应，是鼓励他的。那这种鼓励呢，是一个因缘。那你继续修行，真正的参透了，然后呢去沉淀，按照密法去实修，以后呢冲破自己的业障，哦，真正证得自己上天堂的果位哦，哈、哦。喂，龙哥你好，哎，哇，名扬真佛金刚王经各10遍，回向罗天大教啊，曲雅芳说什么十人经咒8000遍，刚王经80遍，哇，很多，你念了很多天吗？哈、哦，已经说月儿是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天界，所以美女脑袋永远想的都是美。好，那 Grace Lee 啦，嘉义堂众同门恭送。阿弥陀经一部回向罗天大教，功德无量啊！好，再来就李金淑，哇，你又贴了真佛经3部，金刚经一部，文殊咒10串珠啊，大威德双咒2190遍，高王经31部，莲花童子短咒648遍，百字明咒21遍。我觉得同门好像在闭关，功课做蛮多的哦。明阳说大力金刚敬鬼咒念了6000遍。啊、哦，李继红是我念什么？本尊地藏圣号，Lisa Jane 哦，美丑各不同，外表不长久，修持心善美，更令人欢喜啊，心美还是很重要的。李阳秋，哇，好精彩！多谢上师演说，念了《干王经》130遍啊，心修光哈啊，还有那个Alice Dan 说你在21岁曾经上过天堂，当没见过美女，只有观世音菩萨还有龙，嘿嘿。好啊，李佩桦说：“我们不是海藻，我们是海菜。啊”啊，Jennifer，师尊为本尊可以吗？很好啊，哎，那师尊为本尊就是根本第一，那莲花童子不虚伪，啊，你可以去体会啊，读师尊的文集就是去了解师尊本尊。就小妹黄以轩啊，还有谁？好，其他的同门，你们陆续的留言哇！节目最后我们剩5分钟了，哎，又要跟大家，哎，又要跟大家告别了，是不是？哎，我看看，我们要来跟师尊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不过要把佛号找出来。好，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说哎，没有到天上界啊、其实虽然我们很羡慕，可是呢只要你健康，那有个屋檐遮风避雨，有个坛城啊，有个时间能够修法，其实呢处处都是净土，心净国土净，有净土的心，其实师尊讲你将来临终往生的时候，一句上师心咒就是净土了啊，净土就在唵咕噜连身心的后，你说对不对？哎，感谢师尊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哦。所以呢邪缘来到你的面前，你要想想看，你要去随顺这个缘呢，还是要珍惜自己难得修行的？难道这个随缘一时的欢乐，可是呢如果造成自己将来又另一个轮回，会不会划不来？那师尊呢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心曾经有挣扎过，当那个美女月儿靠近师尊很近很近的时候，师尊的内心也会有挣扎，也会有心脏砰砰跳的时候，可是呢他想到他自己的师父的交代，想到他好不容易对不对九绝佛风保平气，那着火定无漏法这么高的层次，难道要这样子随波逐流吗？所以他的理智告诉自己又把他克制，所以师尊真的是大英雄丈夫，我跟师尊学习这个戒律，学习收摄自己的心呢、啊、我们给师尊救命，爱死了呀比布林布林、明天晚上10点连胜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大家再见啦、谢谢你们。